So, I'll be so. 相信小美老师一定很有感触，很多想要给她的笔记。来，我们排好，请小美老师来给笔记喽。就是那个，好，反正就是当做一个机会教育，就是我觉得整首歌的铺陈状态是非常完美，从前面到最后面。可是就最后面开始，就是那个剪歌的方式像放鞭炮一样的时候，我白眼就开始慢慢往上，就是我觉得是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最后面就是从 Gaga 一路到 One Mini Man 的那个连续的那个剪的那个地方，我觉得有一点点，就是这个方式这几年我个人是觉得很腻，就只有这样子而已。我就只有对他有评论，其他每个人的表演状态，哇，你本人是辣成这样子的，还有那个红色头发那个。红色头发，那有红色头发？有红色头发，就是那个卷卷的。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粉红红色头发。在高雄看到之后，不是长那样，刚才中间长那么臭屁，哇哇，拽了嘞！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比我之前在教室的时候看到，想说哇，原来你们都有这一面，然后大家很多力量都做很精准。可是那我觉得淮恩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编排的部分，就还有音乐剪辑这样。淮恩啊，他有入围我们那个呢，他昨天在高雄 K-pop cosplay 啦，然后还有你在最中间，你在做那滴滴叮叮的那时候，你这手再给我认真一点做，再给我长一点，你一定要给我看影片。谢文杰，不是现在是谢少成，都做比你漂亮很多。你说我吗？拜托，我是女明星，那我跟他比？不是你啦，是他，他叫我的名字啦。对啊，站在中间那边给我乱说一通，等下下去先旁边，先站在那个什么中港路旁边先做一百遍再说。好的，老师也是非常严格，因为非常熟悉。那我们这个，刚刚我昨天有遇到他，是小美老师可能不知道，他昨天比较孤单，他一个人来比 K-pop 的这个 cosplay， 那为什么他们不跟你一起？时间不够，不想练习啊，怕拖累你了，怕拖累他啦。那我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好好去找小美老师给笔记哦，哈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奥比少哦。接下来要欢迎第七组的同学。OK， 那在欢迎他们之前呢，要先送礼物。是，但是他们要先塞个道具，先让你们。